这节课咱们来说一下考试、注册、注销、撤销、吊销，哎，这些题目。先看第一题，昵称是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员，应向哪个部门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这里咱们需要记住是社区的市级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第一个是社区的市级，第二个是出租。第二题，同样。说哪个部门负责编制考试大纲和考试题库呢？也是社区的市级，还是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第三个，问从业资格考试由哪部门负责编制、工作规范和程序、组织实施？社区的市级。从业资格证的发行和管理，哪个部门呢？是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另外，咱们注意看一下其他几个。都说的是什么？运输，运输，跟运输有关。实际上，咱们从业从的是什么业？从的是出租。当然，咱们要找关键字是出租。申请从业资格注册或者延续注册的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填写这个表：持其从业资格证及出租汽车经营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到哪个部门申请注册？因为从业资格。注册干的还是出租的活，所以咱们要找出租，而不是说交通运输，只能是 A 符合。发证机关所在地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OK，第六题，根据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申请参加资格考试的，应当符合的条件有：第一个，A，取得相应主驾、直行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啊，这是 B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C 无犯罪记录。为什么不选？因为它缺少了暴力俩字儿。D 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哎，这个题注意，如果没有暴力，那是不能选的。第七题，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谁组织实施呢？是出租汽车的经营者。第八题，出租汽车驾驶员有拒载、议价等违法行为的，应当加强继续教育。这里咱们看一下啊，拒载、议价除了罚款、扣分，再有的办法就是继续教育。这个继续教育在很多企业里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形式而已。接着下去说，情节严重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那比继续教育再严格一点的。这里就是延期注册，法规里规定也是延期注册，而注销从业资格、撤销以及吊销，那就太过严重了。咱们这个题可以从严重程度上来看，教育啊，说服教育、批评教育轻，那比它再重一点呢，是延期注册。第九，说从业资格证遗失损毁的，应当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当然是补发换发。第十，说从业资格考试结束后几日内公布考试成绩是10日。OK，第11题是3927，怎么个3927呢？就是这从业资格证超过3年，这么久了还没有申请注册，那注册后上岗前要学不少于27个学时，这种继续教育的学时三。太久，27学时，5天注册。这个5天注册说的是受理注册申请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几日内办理完结注册手续，并在从业资格证加盖注册章。这是注册5天，5天注册。咱们前面说了考试5天，10天公布成绩，10天发证，那注册呢？5天注册。13题，哎，这里咱们要说徐小二，这个二代表20天。这徐和小都什么意思呢？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从业资格证注册有效期内，与出租汽车经营者解除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的，应当在即日内向原注册机构报告并申请注销注册。哎，销。
就是小歇音，所以你看到多少日内，哎，有注销，就找20日。哎，再看许，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多少日内？哎，这是多少日内？咱们看有没有许，许可的许，这就是需要二的许，有许找20日。啊，停满30日，这个停什么意思？满是什么意思呢？咱先看满，说驾驶员注册有效期届满，需继续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应当在有效期满前多少日申请延期注册、延续注册？这个就是停满30日。你就想，比方说把一辆车停在一个地方停满上一个月啊，停满30天，这是满。那再看，出租汽车驾驶员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应当在有效期满。实际上，这个题呢跟前一个题是一样的，只不过多了一句话而已。也是停满30日，说的是30。再看停，网约车平台公司暂停啊，暂停或者终止运营的，应当提前多少日向服务所在地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报告，说明情况。通告提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和驾驶员，并向社会公告。哎，有停，又说多少日，咱们就想停满30日到30日。OK，计分周期，哎，经常计分周期就是三个计分周期。驾驶员最近连续三个计分周期内计满12分，撤销其从业资格并公告作废。19，个体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自己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它是个体，那持什么证呢？从业资格证，这是人证；车辆运营证，这是车的证。继续说身份证，这跟这个咱们出租没有关系。这驾驶证只能代表你可以开车。20，有效期3年。哎，咱们网约车、出租车很多有效期是3年。比方说，你考了网约车的证，3年；注册有效期3年；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册有效期是3年。如果3年没有注册呢，那就是39、27。首次参加从业资格考试的申请人，公共科目和区域科目考试应当在首次，对，首次是首次申请考试的区域。22。如果网约车的驾驶员违反规定违规收费的，由谁进行处罚呢？收费啊，对应的是价格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进行处罚。巡游车驾驶员有私自转包经营等违法行为的，哎，这里呢，经营那还是归到经营。A 出租汽车经营者。从业资格全国公共科目实行，既然是公共科目，那就是全国统一的考试大纲。公共科目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内是有效的，区域呢是在所在地的行政区域内有效。 OK， 这里又是重复了说一遍啊，区域科目考试成绩在区域内是有效的，所在地的区域内。如果驾驶员到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核定的范围外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应当是什么？应当参加当地的区域科目考试。咱们说一下考网约车的流程，先是考试拿到证，然后是注册，然后才是开始开工干活。说取得从业资格后，也就是说拿到证之后要进行，当然是进行注册。对网约车驾驶员的什么记入驾驶员和网约车平台公司信用记录？单看这里比较简单，但是一看选项好像哪个都可以选一样。实际上选的是什么？选的是行政处罚信息。其实这个题就有点照搬咱们法规内容了。那这个题怎么做呢？咱们可以看信用记录，信，哎，处罚，信罚，咱们看信发了没，或者信罚了没，罚，那就知道是选 A。30，说的是巡游车的经营权。巡游车咱们这么记，
经营权很赚钱，招投标能避嫌，哎，招投标看起来比较公平嘛，所以是服务质量招投标。注销，哎，注销是无过错，怎么无过错？咱们看，网约车驾驶员与出租汽车经营者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协议的，通过出租汽车经营者向法律机关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完成注销。还有注销，就是驾驶员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哎，他达到年龄了，没有过错，是注销。如果身体状况不再符合有关机动车驾驶员和相关从业要求，且没有主动申请注销，哎，他这算就有点过错了，所以要撤销。你不是不注销吗？OK，我给你撤了。再看无过错的情况，身体健康等其他原因不宜继续从事。那是注销，无过错。啊，撤销、吊销是有过错。哎，怎么有过错啊？你看，网约车驾驶员怎么样？有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撤销或者吊销。这个题呢是个单选题啊，选的是不再具备从业条件，或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而 D 说是和就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实际上不需要。有一个条件满足就够。如果它是多选的，实际上呢，说网约车驾驶员什么情况下怎么样？哎，应该是 A、B、C 的。但是单选的话，那就是只选一个 C 更准确。吊销、撤销、撤销、吊销有过错。网约车驾驶员不再具备从业条件或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啊，撤销或者吊销，因为它有过错。有什么情形不予延续注册？哎，不予延续注册的，有这么三种情况：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受到刑事处罚且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以及持无效的劳动合同、聘用协议或者经营合同的，不再延续注册。咱们看，变更服务单位，实际上说变更服务单位，就说他是还是可以干出租这行的。为什么不能延续注册呢？所以 A 是不选，而 B 呢是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他开不了车了，所以当然也不能让他再继续注册了。那 C 呢受到刑事处罚了，已经犯罪了。那 D 呢，他没有签的单位，到底说你签的哪家单位呢？没有，或者说也没有给人达成经营合同。个体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自己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持其什么申请注册？要持出租有关的人证和车证。人证那就是从业资格证，而车证呢就是车辆的运营证。申请注册或者延续注册的，应当持哪一材料？申请注册，一是表格填好的登记表，再者就是从业资格证。以及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四十，哎，这里说的是，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不具备安全营运条件情形之一的，撤销其从业资格。第一个，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第二个，有吸毒或者酒驾；第三个，有暴力犯罪记录。哎，有暴力俩字儿，所以它是可以选的。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啊，再说一下注销，注销对应的是无过错。什么情况下注销其从业资格？啊，持证人死亡，属于他没有过错；持证人申请注册没有过错；持证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还是没有过错；持证人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驾驶证被注销，那有可能他是自己申请注销的。或者说，因为他不愿意开车了，啊，申请注销的，或者说死亡这种情况都会被注销，或者被吊销的。哎，这个或者被吊销有点感觉好像不是他有过错，但是咱们这么想，驾驶证被吊销已经是处罚过了，对于他从事出租行业来说，他没有过错的，所以 D 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注销是因为无过错。我吊销撤销就是有过错了。什么情况下要撤销呢？
交通肇事、危险驾驶、吸毒、酒驾、暴力犯罪，三个记分周期记满12分，以及说身体状况不太符合从业要求且没有主动申请注销从业资格的。哎，注销和撤销这里题比较多，再看什么情况下应当注销？车上人死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身体健康等其他原因不宜继续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而 C 呢，就属于过错了，发生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生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应该是撤销，因为他有过错。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是注销。驾驶员到核定的范围外从事出租客运的，应当是什么？应当参加当地的区域科目考试。比方说，你在南京考的证，你要到徐州，那要在徐州再参加一下区域科目考试。47，申请参加从业资格考试的，应当符合什么等条件？你看，年满25没有这要求，初中以上学历也没有这要求。C 说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3年以上，哎，这个是对的。D 近3年内无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这个也是对的。申请注册或者延续注册，应持其什么注册？咱们出租车申请注册或者延续注册的时候，一，你得有从业资格证；二，你得有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或者是经营合同。而机动车驾驶证和复印件，这不是必须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出具的三年内无重大以上负同等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这是考试。申请考试的继续教育以谁为主组织教育呢？是出租车的企业。出租车经营者为出租车的驾驶员提供便利，哪些方面呢？是一是注册，二是继续教育。本身网约车的注册是通过出租汽车的经营者，也就是比方说像滴滴这样的平台。另外呢，滴滴这样的平台也需要提供继续教育。51，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受到刑事处罚且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这就属于不予延续注册这种情况。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那 A 从业资格考试肯定是 B 注册，啥时候注册的？继续教育是教育的情况。D 从业资格证件管理，所以这是都包括的。53，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的从业基本条件，哎，这个咱们要记住啊。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1年以上，且年龄不超过65岁，这个跟咱们网约车啊、出租车的从业基本条件还不一样。B 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C 掌握道路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及旅客急救基本常识，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这个呢，咱们要特别记一下，因为跟之前的不一样。